1月23号自由日也是不少百年新婚佳偶的好日子。在台东县政府原民处任职的黄宪宅以及来自花莲光复太巴郎女儿的曾丽君，也在这一天共结连理。希望以后丽君要更加的听话那更加的温柔以后如果有跟我有小朋友后要把心思都更加的放在家庭那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都让他过得很幸福。你希望我未来的老公也是不对，下一刻即将成为我的老公，能够对我特别的温柔。中央到地方都为他们祝福，总统马英九及副总统萧万长也特别致电恭喜，祝福他们能够百年好合。东来新闻范佑林报道。